杜美心的小剧场。我现在是在美心的心里，是不是？标签写的窗户、美心、衣柜、窗户、美心、衣柜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出去玩，出去玩。这个应该是1980年，没有1980年美心还没出来。吃药出去玩，这是美心生病的时候。吃药出去玩，吃药出去玩，这是红龙哎、欸。那什么电视？杜美心行李箱，看一下这个好了。闹钟小剧场一，哎、欸，闹钟响起了，美心醒来了，杜美心动了起来。哦，我跟你说，爸爸又骗我了，说好今天要出去玩的。对不起嘛，难受耶。不能出门。哎呦，啊，就跟你说，就没办法，外面台风，我们以后下次嘛。我这病明明就已经好了啊，明明说好今天要带我去阿里山。好，乖乖乖乖，嘿，改天带你去阿里山嘛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是在探讨这个杜美心的心情。啊，心情写照。电视，他说每天在播一样的东西，很无聊，对吧？杜美心，杜美心表示每天电视都播一样的，很无聊，这样子。我还是进去好了啦，我要带我的公司出去。自己去。还有爸爸的皮包跟妈妈的帽子，我都要带走，我不要很勇了啦。哇，真假的？自己就这样子离家出走，所以说那时候他说美心呢，该不会美心就这样离家出走，再也没有回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是什么？窗户，窗户台风天，杜美心，我把钥匙藏在弹珠盒里了，弹珠盒里，不要告诉爸爸，秘密基地就是那个柜子嘛，弹珠盒里。啊，这个钥匙可不要拿来开行李箱哦。可是我们要有他最喜欢的照片啊的那个密码，才有办法打开那个秘密基地啊。所以说，美心自己跑去柜子里面，自以为自己去阿里山这样子。今天美心呼吸还是很喘，她又很拗，妈给的维他命她都不吃。至少他今天有乖乖把医生开的胃药都吃光，胃药吃完，我所有的药都不见了，我全部丢给鱼吃了，哇操，全部丢给鱼吃，哇，这个红龙鱼要生化僵尸，那个G病毒了，这个鱼要病毒了，哇，这鱼不就死掉了吗？水质感染。马上变成僵尸红龙鱼，一看真的死掉了、欸。Oh my gosh！ 弹珠？鱼眼？是弹珠还是鱼眼啊？死掉了？哎、欸、我现在有弹珠嘞、欸。不是这样用的。弹珠盒。今天放假，爸爸说有吃药就会带我出去玩，但是爸爸后来又骗人。爸爸每次都说话不算话，我明明有乖乖吃药，我没有不乖。爸爸妈妈每次还是骗我。爸爸又买很多健康的药，可是我不要吃药，吃了又不会好。说好吃药就可以出去玩，最后爸爸都没有，都骗我。我不要吃药，我不要吃药，不要吃药，不要吃药。不要吃药，不要吃药，不要吃药，夸大强，对吧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个我最后还是没放进去啊。所以要说弹珠盒，他把钥匙放在弹珠盒里面，可是我没有看到所谓的弹珠盒在哪。没关系，我再去一次美心的房间看一下。美心的房间变正常了。
变正常，变正常了。可是我没看到什么弹珠盒啊，该不会这个吧？不是，算了，再去一次我老婆我们的主卧室。我靠！我靠！三小三小 ！Oh my gosh！ 我开！哎呦 ！Hello， sweepy。什么声音？完全看不到。跨不？生弹珠。哦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使用我们的弹珠，把它丢进去。哇，好怀念哦，这个游戏。以前还有那种层层迷宫，有没有？超赞的。来来来，把它对进去哈！有，哒啦哒哒哒啦哒哒。我猜这个一定是拿到皇冠了，信不信？皇冠，皇冠，因为上面写一个皇冠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哦，是钥匙，这是谁的钥匙啊？行李箱的钥匙，还看？看什么看？完了，我不想的预感。林北去开钥，去开行李箱。行李箱，行李箱，行李箱。哇，你怎么老说在这里啦，小屁矮！你坏坏，你坏坏！点灯，点灯。行李箱。哎，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星与花。美心总是要求我念这一本床边故事，签名杜美心啊，不见了。好嘞，他现在呢？床边故事，好，念给你听，念给你听。乖，女儿乖，我来念给你听哦。翻页，星与花。咻咻咻！爸爸来打猎了。今天森林里出现了一只好大好大的山猪，爸爸的弓箭准准命中山猪的脚，山猪好生气。哇！山猪尾巴三条，来用力把爸爸撞倒了。回家后，小女儿莎莎不眠不休的照顾爸爸，但是爸爸的身体总是好痛好痛，帮爸爸擦药。喝汤都没有用，为什么？躺在床上好多天好多夜，爸爸的病都好不起来，莎莎难过的睡不着了。她决定要出门寻找治好爸爸的方法。爸爸得了什么病？莎莎翻山越岭，到了丰饶神的宫殿。丰饶神的宫殿是一座金色的大房子。在森林的正中央，一个小女孩可以来到这里不简单嘞，超屌的。森林的居民都可以自己进去。有莎莎说：“求求你治好我爸爸的病。”丰饶神说：“这是一种神奇的花，只要它盛开，再严重的病痛都会痊愈哦。”美丽的一朵花。丰饶神给了莎莎一颗种子。但是，你得用最珍贵的东西灌溉它。最珍贵，丰饶神说。最珍贵的东西。莎莎心想，爸爸有说过，全世界最珍贵的神水就在天空树上。天空树上。莎莎启程了，她走出丰饶神的宫殿，她来到小森林，一路向前，跳跃。哦吼吼哦，死给耶哦耶哦！我靠，这个设计屌哦！死给哪？我喜欢，我喜欢，超屌的哇！好美哦，真的好美哦！捡到
香甜的苹果。死给！我可以往右边走，看会到哪里吗？到底？到底没东西。死给！超酷的、欸！吃我吃我！他最喜欢吃苹果啊！如果不给他会怎样？该怎么渡河呢？我就是不给你吃啊！去吃，去家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再剪一次，应该就是丢苹果给他啦。接好。哪有熊吃苹果的啦？好像熊也会吃苹果哦。好啦，不管了。所以说现在咧，我给他吃了苹果，苹果是开胃菜，现在要吃小女孩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到底要喂要吃多少颗？还是说我们把它丢到河边？丢向河边，去吧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最好是。Great， 因为你是在 Dora 是不是 ？Great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好聪明呀、yeah ！那这样熊熊到底会跑到哪里去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也是要去上学吧。拜拜，熊熊再见，熊熊再见。没事没事，打架打架而已。乔装自己也是一只鹿，冲过去就没事了。哦，我可以这样跳。这是什么？该不会真的假装自己是鹿吧？我觉得是哦。哇塞！我随便讲的，随便中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果然我的想象力啊，还是很年轻的嘛，是不是？伪装完成，嫩，回头骂他嫩。你觉得呢？给他们戴眼镜。童言童语。我靠，这眼镜画的也太也他妈超屌的，有画跟没画一样。喂！哦，越来天色越来越暗了哦，有点怕怕。珍贵的神水，爬呀爬！哎呀，那是什么？嘿，小明蛙哥，哇哇，大仙鸟！怎么会这样呢？身为母亲还要人家帮你喂？嗯，这个啊，这边有像素粒子。
啊，不是给你了吗？丢。哎、欸，给那只虫虫塞进去，没反应啊？虫跑出来，为什么？哦，他没办法躲进去，就掉出来了，来给你吃虫儿。抓到了毛毛球。巧克力比较好吃。琪琪，变成巧克力去了。行，拿到了神水了。怎么会？神水竟然早就已经干掉了。哇，干掉了。没有最珍贵的水，就没有办法让花开了。爸爸不忍心看莎莎这么难过。把他叫来床边，告诉他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爸爸只是睡着了，爸爸只是要睡着了。只要你好好的，爸爸什么都不怕。莎莎难过的哭了，她的眼泪滴在泥土上，渐渐的，土里冒出嫩芽。最珍贵的原来是女儿的眼泪啊！长出枝叶。枝叶开出花苞，花苞绽放成一朵美丽的郁金香。郁金香，原来女儿就是她最珍贵的东西，好有寓意啊！哦，好了呢，爸爸的病好了。为了感谢丰饶神，父女两人一起把花种到土里。山坡上开了好多好多的郁金香，好多好多的郁金香，丰饶神也好开心。从此以后，莎莎和爸爸一起照顾这片花海，永远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。结束 ，ending。哦，拿到了一样东西，折纸的郁金香，取得道具。我知道这个要放哪里了。哟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原来如此。好啦，那接下来，郁金香的部分就要回去原本的地方，把它插在土里哦。这边的东西应该没有什么要拿的吧？那颗弹珠应该是要用在别的地方哦。我觉得就先这样子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先出去。哦，这边。墙上的这个哦有哎、欸、有一个了，忧愁是焦虑的前兆，生活环境突变易诱发忧郁。哦，性空医师，这边太黑了吧？1986，哎，怎么越来越黑了、啊？我在想说，要不要先回去把花插在上面啊？我们先回去一下好了，顺便看一下那个弹珠到底有没有功用哦。先回来。我记得这个什么，这个地方的话，这边嘛，插一下。盆栽，郁金香插上去，有什么反应？它整个下去了、欸，长出来了。长好长满，开花了。希望它将来会成长茁壮。哦，所以说还不行是不是？哦，啊，我现在身上有什么？唱片。哎、欸、啊，弹珠怎么不见了？弹珠哪里没去啊？算了，离开这里。先放花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区域没有过去嘛，对不对？那个1980、1985、1986，
亲子问的对话，爱在最容易忽略的互动上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你等一下，他好像在听。哇，被听见了。立方爱女。婚姻本身是一种成长与学习的过程，夫妻之间争执难免，我与你父亲也是如此走来。吵吵闹闹的生活关系，修修补补，老来也就互相接受。但回娘家这事亦让人闲话，你当过公众人物，应更知人言可畏。孩子还小，需完整的家，别因为一时犯傻。风云的个性固执，你不需处处与他冲突。床头吵架，床尾和。妈妈，这个是我们立方的妈妈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吵架难免啦，你又是公众人物，你回来这样子不太行啦，会被人家说闲话。冲很小，还好没事，我活着，我很高兴我活着，好不好？我很高兴我还活着。好了，我们去1986看一下。好 ,1986,1986。来看看虎年 ,1986 发生了什么事情。Nice, sir. 大发大大慈大悲慈湖观音。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有所关联吧，不然那时候那个女那个没。美心身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哇，已经长到124了。小镇的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第一个小朋友呢，已经连续卫冕4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呢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两个人的实力确实是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负。好的，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广告回来就好。没有广告了。他只重复这片段呢。小镇的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。哎，相机哎。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码头。20年前的经典款。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妹有任何的事。很贵耶。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这是什么？照片模糊看不清楚。这张拍坏了真可惜，想要再拍一次。已经连续卫冕4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其实相当不容易。图解慈湖观音，化身神将。农夫照大蛇的指示，将他的肉身酿成药酒。小沙弥喝了药酒之后，真的恢复了健康。此时，慈湖观音大士降临农村。慈湖观音告诉小沙弥啊，与农夫啊，他感应到了大蛇的善举，虽为精怪，却愿意牺牲奉献，于是收服大蛇作为护法。往后在救度四方众生时。身边必随行黑白相间的灵蛇、哦，所以说他身上就有一只蛇这样子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好吵。哦，然后这时候这个雨已经变这样子了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瓮，哎、欸，我们去一下美心的房间。分解完，哎、欸，可以看广告了、啊。洗得一干二净，洁白如花般轻柔。花炉，花洗衣粉，如花洗衣粉。哇，好多涂鸦哦！天哪、啊。哦，美心的床。这是什么？我的梦想。我的梦想是当小明星，因为我的妈妈是大明星。妈妈唱歌时，我就会跟着唱。爸爸妈妈就说我唱得很好听。
我希望可以在电视上唱歌给所有人听，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去才艺班。我也常常参加歌唱比赛，爸爸说只要努力大家就会听见，我还想要陪爸爸妈妈一起玩。他们每天都很忙，等我长大之后，我要每天带他们出去玩。哇，贴画面，在戏啊。好，弹珠，杜美心，数学，联络簿，铅笔盒。我把旗袍找出来了。旗袍。应该能穿吧？赖导他答应了。赖导。现在还来得及加个角色。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房租、水电都快没着落，要想办法啊。这样家里怎么办？小孩不顾了吗？我。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这是我的小孩视角。家里不会怎么样啊？听着爸妈，听着爸妈吵架。好好好，我再去跟他说，不去就是了。长压冷静。长压冷静。如果不长压会怎样？停止了。冷静下来了。可是你是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就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啊。又来又来又来了。小孩的心理压力。你算什么男人啊？你整天窝在家里好手好脚不出去工作，写那么多还不就赚那几个钱？拜托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你那种剧本现在已经没有人想要拍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扯这些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我一直在压抑我的压力啊。小孩的处境真的都是这样子，欸，就是你们家里在吵架，其实小孩都看在眼里，这是真的，哦，你如果不乱花钱的话，现在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乱花钱，怪东怪西，怎么不看你自己啊？你买那一台那么贵的唱机做什么？给谁看啊？有事没事就买那些手表、茶壶，还有那一条贵的要命的鱼，够了没？哦，还有那个什么供养观音的功德金，供养观音，一包一包的在给，你要不要连菜钱都给他算了？哦，莫名其妙，吓到！要是他的保佑，今天没吃个病会好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好啊，钱都给观音好了。全家人都跟你一起喝西北风好了，好，我家里的开销，你知道我跟我妈拿多少钱？你算多丢脸！穿这样出去抛头露面，我就不丢脸吗？完了，病要发作了。你干嘛？打架啊！晕倒了，真的，这种心情我能够理解。小孩在旁边无助的感觉。能够深深的体会到，啊，所以说啊，当父母的要吵架，不要让小孩子发现，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。毕竟呢，这样子的小孩承受的压力，其实不比你们父母多啊。真的，小孩的压力也是很大，啊，很怕生怕哪一天啊，你们就会因为这样子离婚了，都有可能。啊，这是真的啊！啊，全部都涂鸦墙，对，小明蛙哥，哎，已经涂好了，欸，哦，唱片机放这里，哎，这个床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为什么床跑到这边来？这摆设都不一样了。然后这是我的秘密基地，算了，我先放个唱片看一下好了。等一下再回去放相机，来放上去。天涯伴你行。哦。美西，别。哦。冠美心表示生气气，你为什么要吵架？你他妈的为什么跟我吵架 ？Oh my gosh！ 所以说，经过那次争斗之后，妈妈变得怎样，我也不晓得了。我靠！我靠！哇哇！这是打架过后的场景吗？
打架过后的场景啦。怕咖呢？本位免者的分数是85。卫冕者的分数是，哇，到底谁赢？有被剪烂的旗袍哦，所以他是打架之后，老爸把老妈的旗袍给剪烂。哎呀，这上面都是眼睛哎，有够胎哥的，恶心。真的是龙争虎斗啊！好，那现在我们评审老师的分数也已经统计完毕了，我们马上就来揭晓。我们卫冕者的心数是卫冕者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七颗星。七颗星。哇！我们来看挑战者是美星嘛，对不对？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、七颗星。哇！同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分数。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85。没了。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到底谁输谁赢。今天的比赛真的是龙争虎斗啊！